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逛这个旧货市场哈。然后看这边今天人怪多，摆摊的也多，然后看能淘出啥东西不能。一个小罐儿，这还是啥好东西啊？十块一件，十得吧，三百。这都十块一件啊？这，啊，统统十块一件。三百，这什么统统都三百，那就不得嘛。大袋票二百，转手都三百了。二百掏钱。掏钱，掏钱，下单掏钱。我乱都挣钱的，你不乱的啥也没。呀，你这磨烂玩意，别磨烂。不要磨了，大哥。不要磨了。不掏钱也磨烂。十块一件儿，那太等也十块一件儿，这边的，这边的，嗯，小小怪好看，小小一个小，我他。处理古筝二百，真是旧货市场啊！哇塞，你看这大玉璧。这边是卖了一些旧的书，博物馆理论。压着俩好点了呗，要不就走。俩都好，卖完了。这书咋卖了呀？那个，那八十。八十这本书。啊，都好的很。正贵啊。就这一本啊。我拿的那在那烟斗烟吸烟的，我拿的没有。八十，郑州大学的这是。这应该是文博专业的人比较喜欢的，灯光啊什么的。这卖瓷器的都是。